大家好 ,STDOM, 今次就介绍 Tomica GTR Nismo 的特别版。我不太清楚是什么事，突然出成三格咁多啦，咁啊逐格逐格嚟啦。都见佢花纹都靓，咁加上有唔少嘅 GTR, 咁就唔争再入埋呢啲啦。呜呼呼。欸，啲特别版多数啲印刷真係劲好多。哇，有红线有金有黑咁。咦，係我到时拍片。拍完片改咩名放啊。欸，佢冇特别标明喎，好似。佢就话 special edition 喎。佢合合都係咁讲㗎喎。Oh no. 一堆日文。日文应该有一分的了嘛，到时 Google Translate 翻看有什么分别啦。因为它的涂装不同，但是个名字没什么讲到。它今次是哪个壳啊 ?78 号。那么大镬 ?78 号好像是我没草的那款，因为只色怪怪的。印象没草 ,78 这格。但是它的样子真的几型。咁睇先 ，GTR 佬系啦，23号开始都冇再有开到门嘅 GTR 佬，车顶少少动银啊！哇吓死我又埋，哇两年前噶啦呢架，我用咗两年啊呢个壳，你话嗰时有个 thumbnail 都仲会特别整，不过后面太多车都唔想搞。只是啲 vlog 先至改，估唔到佢2018年啊，2018年整嘅壳，唔系应该4年嘅咩？点解我条片两年前嘅？但系我咁迟买嘅咩？冇理由，应该新车买嘅喎，嗰时喺两年前嘅喎。唔奇怪，可能系2018年尾设计，跟住我2019年买，跟住依家2022年仲未够3年，唯一可能，咁依家金色咁样出现啦，几型。真系冇咩要讲啦，金黑红咁样，我唔识讲咩点缀嗰啲啊，真系算。睇埋少少呢个 GTR 佬嘅印刷啦，系啊，咁啊今次整到咁靓，都比平时贵咗少少啦，40几万蚊。咁今次呢架金黑色嘅 GTR 佬嘅介绍就嚟到呢度啦，中意就 like， 记得 subscribe， 咁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